列传三十三，韩信如晚列传。韩王姓者，故韩襄王屈孙也，长八尺五寸，即相良之。立楚后怀王也，燕、齐、赵、魏皆以前王，为韩吴有后，故立韩诸公子衡阳君臣为韩王，欲以辅定韩故地。项梁败死定陶，陈冠怀王。沛公引兵及阳城，使张良以韩司徒将下韩故地的信，以为韩将，将其兵从沛公入武关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亦云信都所引楚汉春秋云韩王姓都，孔六也。诸书不言有韩姓都。按韩王姓初为韩司徒，后俄云申屠，因误以为韩王名耳。注集解张燕曰：孺子为屈。所引张燕云：庶子为屈，子何修筑公羊以为屈，见子由之伐木有屈身也。汉书朝错云：屈子道惠王是也。注正义故横城在宋州宋城县西南三十里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二年六月也，都养敌。注正义河南县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他本多作申屠，身与私身相近，自有此错乱耳。今有申屠，云是司徒之后，言私身转为申。沛公立为汉王，韩信从入汉中，乃说汉王曰：项王王诸将近的，而王独远居此，此左迁也。士卒皆山东人，弃而忘归。PG 1730。及其封东乡，可以争天下。汉王还定三秦，乃许信为韩王，先拜信为韩太尉，将兵略韩地。注所引弃因弃其种也。正义弃因其注集解文引曰：丰瑞欲东向，所引案姚氏与居中将士弃丰，为昭曰：其弃丰瑞欲东也。项籍之封诸王皆救国，韩王臣已不从无功，不遣救国，更以为列侯。即闻汉遣韩信略韩的，乃令故项籍由无实无令政昌为韩王以拒汉。汉二年，韩信略定韩十余城。汉王至河南，韩信即及韩王昌阳城。昌将汉王乃立韩信为韩王，长江韩兵从。三年，汉王出荥阳，韩王信、周苛等守荥阳，及楚败荥阳，信将楚以而得王，复归汉。汉复立以为韩王，尽从即破。项籍天下定。五年春，遂与剖符为韩王，王颍川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元年十一月，诸臣因按《汉书》曰：封为穰侯。所引地理至穰县属南阳。注正义项籍在吴时，昌为吴县令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二年十一月，明年春，上以韩信才武，所望北进拱，落南破宛，夜。
东有淮阳，接天下进兵处，乃召喜韩王姓王太原以北，北御吴都晋阳。信上书曰：国被边，匈奴数入，晋阳去塞远，请至马邑。上许之，信乃徙至马邑。秋，匈奴冒顿大为信，信数使使胡求和解，汉发兵救之。宜信数贤使有二心，使人则让信。信恐诛，因与匈奴约共攻汉，反以马邑降胡及太原。PG 1731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即五年之二月，因按《汉书》曰六年春。注集解李琦曰：备因备马之备也。注正义并州，注正义朔州，注所引上因末，又因末报反。七年冬，上自往吉，破信军同堤，斩其将望喜。信往走，匈奴与其与白土人曼丘臣王黄等立赵苗义赵立为王，复收信拜散兵，而与信及冒顿谋攻汉。匈奴仗左右贤王将万余，其与王黄等屯广武以南，至晋阳，与汉兵战，汉大破之，追至于离时，复破之。匈奴复聚兵楼凡西北，汉令车骑急破。匈奴常败走，汉乘胜追北，闻茂顿居代上古高黄帝居晋阳，使人事茂顿，还报曰：可及。上遂至平城。上出白登，匈奴其为上，上乃使人后疑恶事。恶事乃说茂顿曰：今得汉的，犹不能居，且两主不相恶。居七日，胡其烧隐去，时天大雾，汉使人往来，胡不绝。护军中尉陈平言上曰：胡者全兵，请令强弩副两十外相一一徐行出围。入平城，汉救兵一到，胡其遂解去，汉亦罢兵归。韩信为匈奴将，兵往来及边，注正义潞州县。注集解张燕曰：白土县名，属上郡。注正义广武故城在代州雁门县界也。注正义石州县。注正义雁门郡楼凡县。注正义金龟州。注正义朔州定襄县是也。PG 1732。注集解符前曰：白登、台宁去平城七里。如淳曰：平城旁之高地，若丘陵也。所引姚氏岸，北江济、桑干河北。有白登山，茂顿为汉高之所，今犹有垒壁。注正义恶于连反，又因厌，是因之单于敌七号若皇后。注集解汉书音义曰：言为公毛，无杂仗也。注所引传音父汉十年，信令王黄等说误晨曦。十一年春，故韩王信复语。胡其入居参合，拒汉。
汉使柴将军及之，一信书曰：“彼下宽人，诸侯虽有叛亡而复归，则复故未号，不诛也。大王所知，今王以败亡走胡，非有大罪，即自归。”韩王庆报曰：“陛下擢仆起于相，难面称呼，此仆之姓也。荥阳之事，仆不能死，求于相疾，此一罪也。即扣弓马邑，仆不能坚守，以成将之，此二罪也。今反为寇将兵，与将军争一旦之命，此三罪也。夫种离无一罪，生死亡，今仆有三罪于陛下，而欲求活于世，此五子虚所以愤于吾也。今仆王逆山不贤，但勿起待蛮夷，仆之思归，如伟人不忘起，盲者不忘事也，事不可耳。”遂战柴将军屠参合，斩韩王信。著集解苏陵曰：“待的也。正义故城在朔州定襄县北。”著集解邓斩曰：“柴其也。”所引应少云柴武，邓斩云柴其，晋卓云其武之子。应少说为的，此时其未为将。著集解文引曰：“大夫种范蠡也。”著所引苏陵曰：“奋应奋。”张燕曰：“奋将服也。”正义信之归汉必死，故引子虚以为辞。著所引伟尔谁反，就因尔遂反，于义为书。张仪于为 PG 1733不能起，哀帝既于帝即位伟毕是也。信之入匈奴，与太子俱，即至颓当城，生子因名曰颓当。韩太子亦生子，命曰婴。至孝文十四年，颓当即因率其西将汉，汉封颓当为公高侯，因为相城侯。吴楚军时，公高侯公关诸将，传子至孙，孙无子，失侯。因孙已不敬失侯，颓当屈孙韩焉，贵姓名复显于当世。其弟说在公，数称将军，卒为暗道侯。子代遂于做法死。后遂于说孙曾拜为蒙侯，叙说后。著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显明为昭曰在匈奴地。”著集解地理志和贤有功高县也。所引地理志属和贤汉书功臣表属银陵正义沧州县。著所引案浮前云县名功臣表属魏郡。著集解徐广曰是曰状。著集解徐广曰表云因子则之，元朔四年不进国除。著集解汉书音义曰因燕陵之燕所引因燕又一言反，又修言反并通。著集解徐广曰名长君。著集解徐广曰长君之子也。所引徐广曰长君之子
按博物志，字季君也。注所引五格法，又作洛阴洛龙县名。正义史记表，卫青传及汉书表云韩说，元朔五年，从大将军有功，封龙侯，以胄金作冕。元丰元年，即东岳有功，封安道侯。真和二年，孙子曾复封为龙侯。汉书功臣表云武后元年。PG 1734，说孙曾少封龙侯，汉表是也。卢绾者，封人也，与高祖同礼。卢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，即身男，高祖、卢绾同日生，礼中持杨九贺两家，即高祖。卢绾壮，具学书，又相爱也。李忠家两家亲相爱，生子同日。壮又相爱，附和两家养酒。高祖为布衣时，有力士睥睨卢绾，常随出入上下。即高祖出其辔，卢绾以客从，入汉中为将军。常侍中，从东极向极，以太尉常从，出入卧内，衣被饮食赏赐。余臣莫敢忘，虽萧曹等，特以事见礼，致其亲信，莫及卢绾。绾封为长安侯，长安，故咸阳也。注集解卢纯曰：亲卫父也。注正义秦咸阳在渭北，长安在渭南，萧何其为央公处也。汉五年冬，已破相棘，乃使卢绾别将，与刘贾及临江王共魏破之。七月还，从及燕王臧荼，臧荼将高祖以定天下。诸侯非刘氏而亡者七人，欲亡卢绾，为余臣绝望。即鲁臧荼，乃下诏诸将相列侯，则余臣有功者以为燕王。余臣之上欲亡卢绾，皆言曰：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，功最多，可望燕。赵许之。汉五年八月，乃立卢绾为燕王。诸侯王德姓莫如燕王。注集解李齐曰：共敖子。注集解卢纯曰：绝因绝别之绝望犹怨也。赞曰：绝未相绝而怨望也。为昭曰：绝犹记也。所以夫前因绝，绝望犹怨望也。又因弃，为昭因记。汉十一年秋，陈豨反代的高祖如邯郸及西兵，燕王宛邑及其东北。当世时，陈豨使王黄求救匈奴，燕王宛亦使其陈章。PG 1735，胜于匈奴、延西等军破。章胜至胡，故燕王臧察子演出王在胡。见章胜曰：公所以重于燕者，以袭胡氏也。燕所以久存者，以诸侯数反，兵连不绝也。今公为燕欲及灭西等，西等已尽，赐邑至燕，公等亦且为虏矣。公何不令燕且缓陈豨而与胡合？
是宽的长王宴，即有汉籍，可以安国。张慎以为然，乃思令匈奴驻西等集宴。燕王婉仪张慎与胡反，上书请卒张慎。慎还惧道所以为者，燕王悟，乃诈论他人，托慎家属，使得为匈奴贤，而因使犯其之臣西所，欲令九王联兵勿绝。注集解禁卓曰：使臣西九王叛。汉十二年，东极秦部，西长江兵居代，汉使樊哙及斩西其披将将，言燕王婉使犯其通计谋于西所。高祖使时召卢婉，婉称病。上又使辟阳侯沈时其御史大夫赵尧往迎燕王，因燕问左右，婉月恐必逆，谓其姓臣曰：非刘氏而亡，独我与长沙耳。往年春，汉族淮阴、夏、朱、彭、越皆吕后继，今上病，属任吕后。吕后妇人专欲以示诸异姓王者及大功臣，乃遂称病不行，其左右皆亡逆。与婆谢辟阳侯闻之，归据报上，上亦怒。又得匈奴将者，将者言张慎王在匈奴为燕使。于是上曰：卢婉果反矣。使樊哙及燕，燕王婉妻将其宫人家属其数千居长城下。侯嗣姓上病愈，自入谢。四月，高祖崩，卢婉遂将其西王入匈奴，匈奴以为东胡卢王。婉为蛮夷所侵夺，常思复归，居遂于死湖中。高后时，卢婉妻子王将汉，为高后病，不能见，舍宴邸，唯欲置酒见之。高祖进封，不得见。卢婉妻亦病死。孝景中六年，卢婉孙他之以东胡王将，封为雅谷侯。P.G. 1736。注正义他，图何反？注集解卢纯曰：为东胡王来将也。汉继东胡，乌丸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雅一座二。正义汉表在河内。陈西者，宛渠人也，不知时所以得从。即高祖七年冬，韩王信反，入匈奴，上至平城台，乃封西为列侯，以赵相国。将兼赵代边兵，边兵皆属燕。注所引地理志属纪阴。下又云：良人是主先生之说义也。正义宛渠，曹州县也。太史公于陈豨良人。按宛渠六国时属梁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功臣表曰陈豨以特将将卒五百人。前元年从起宛渠，至霸上为侯，以游击将军别定代，以破臧荼，封西为阳夏侯。西常告归过赵，赵相周昌见西宾客随之者千余甚，邯郸关舍皆满。西所以待宾客不依交，皆出客下。
西海之代，周昌，乃求入见。见上据言西宾客甚盛，善宾于外数岁，恐有变。上乃令人复按西客居待者财物诸不法事，多怜隐西。西恐因令客通使王黄曼丘城所。即高祖十年七月，太上皇崩，使人召西，西称病甚。九月，遂与王黄等反，自立为代王，劫掠赵代。助正义言屈己礼之，不用富贵自尊大。助正义二人韩王姓姜。上文乃设赵代立人为西所挂物劫掠者，皆赦之。上自往至邯郸，起曰：西不难据漳水，北守邯郸，知其无能为也。赵相奏斩常山守卫，曰：常山二十五城，西反王其二十城。上问曰：守卫反乎？对曰：不反。上PG 1737曰：势力不足也，赦之，复以为常山守卫。上问周昌曰：赵亦有壮士可令将者乎？对曰：有四人。四人也。上慢骂曰：庶子能为将乎？四人免服。上封之各千户以为将。左右见曰：从入蜀汉，伐楚，功未内行，今此何功而封？上曰：非若所知，陈西反，邯郸以北皆西有，无以与西争天下兵，未有志者，今唯独邯郸中兵耳。吾胡爱四千护封四人，不以为赵子弟？皆曰：善。于是上曰：臣西将谁？曰：王黄曼丘城，皆故古人。上曰：吾知之矣，乃各以千金购黄城等。注集解为武帝奏事曰：今边有小径，折漏袭差雨，非雨袭之意也。因按推其言，则以鸟与差袭书，谓之雨袭，取其急速，若非鸟也。十一年冬，汉兵即斩陈西江侯敞王黄于屈逆下，破西将张春于聊城，斩首万余。太尉国入定太原代地。十二月，上自及东原，东原不下，促骂上。东原将促骂者斩之，不骂者擒之，更命东原为真定王。黄曼丘臣其麾下受够赏之，皆生的以故陈西军遂败。助正义定州北平县东南十五里蒲因故城市也。助正义亳州县。上还至洛阳。上曰：代居常山北，赵乃从山南有之，远乃立子恒为代王，都中都，代雁门皆属代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十一年正月，助正义中都故城在本州平遥县西南十二里。高祖十二年冬，樊哙军促追斩西于灵丘。PG 1738。助正义为州市。
太史公曰：韩信如宛非素积德类善之事，侥一时权变，以诈立成功，遭汉初定，故得列的南面称呼。内见宜强大，外以蛮末以为援，是以日书自为，是穷至困，促复匈奴，岂不哀哉？陈豨、梁人，其少时数称穆魏公子，及将军守边，招致宾客而下士，名声过时。周昌疑之，思侠火起，惧祸及身，邪人尽说，遂献无道。于系非夫，夫既知身孰成败于人也深矣。所引数赞，韩相宜屈，始从汉中。剖腹南面，喜意北通。颓当归国，龙落有功。卢绾亲爱，与臣莫同。旧燕氏王，东胡季琼。PG 1739，《史记》卷94，列传34，田丹列传。田丹者，狄人也，故其王田氏族也。丹从弟田荣，荣弟田横，皆豪宗强，能得人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今乐安陵蓟县也。正义资州高苑县，西北北狄故县城。注所引丹子氏，从弟荣，荣子广，荣弟横，各地为王。荣并望三齐。陈涉之初齐王楚也，使周氏略定位的北至狄，狄陈守。田丹降为父齐奴，从少年之庭欲夜杀奴，见敌令应即杀令，而赵豪立子弟曰：诸侯皆反秦自立，齐古之建国，丹田氏当王。遂自立为齐王，发兵以及周氏。周氏军还去，田丹因率兵东越定其地。注集解服前曰：古杀奴婢皆当告官，丹欲杀令，故诈父奴而以业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二世元年九月也，秦将章邯为魏王救于陵蓟，即魏王请救于齐，齐王田丹将兵就位，章邯夜前没及，大破齐魏军，杀田丹于陵蓟下。丹弟田荣收丹于兵东，走东阿。PG 1740，注集解徐广。二年六月，齐人闻王田丹死，乃立故齐王建之弟田甲为齐王，田角为乡，田贤为将，以拒诸侯。田荣之走东阿，章邯追为之。项梁闻田荣之急，乃引兵急破章邯军东阿下。章邯走而西，项梁因追之，而田荣怒其之力，甲乃引兵归，及逐齐王甲。甲王走楚，齐相角王走赵，角弟田贤遣求救赵，因留不敢归。田荣乃立田丹子氏为齐王，荣相之，田横为将，平齐地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二年八月，项梁既追章邯，章邯兵亦胜，项梁使使告赵齐，发兵共击章邯。
田荣曰：使楚杀田甲，赵杀田角田贤，乃肯出兵。楚怀王曰：田甲与国之王，穷而归我，杀之不义。赵义不杀田角田贤以示于齐。齐曰：父是首则斩首，士卒则斩。卒何者？危害于身也。今田甲田角田贤于楚赵，非执手足妻也，何故不杀？且情妇得志于天下，则以何用事者？焚木矣。楚赵不听，其义怒，终不肯出兵。章邯果败杀项梁，破楚兵，楚兵东走，而章邯渡河为赵于巨鹿。项羽往救赵，由此怨田荣。注集解应少曰：父亦名辉，是人手足，则割去其肉，不然则致死。所引父应方服反，是因祸，又因事。正义案，父毒蛇，长二三丈，岭南北有之，辉长一二尺，头腹皆一变。说文云：辉薄三寸，手带如簸，簸手大指也。因不立反。注集解文隐曰：沿江王身，非手足忧也。赞曰：与楚赵非手足之亲。PG 1741。注集解如淳曰：以何有救也？所引以因矣。何因歌？以何策使及也？正义案，秦仲的志，非但汝身，坟墓亦发掘矣。若子虚编，今平王墓，亦云坟墓言死也。项羽既存赵，将章邯等，西屠咸阳，灭秦而立侯王也，乃喜其王田氏更望胶东，至即墨。其江田都从共救赵，因入关，故立东为齐王，至临淄。故齐王见孙田安、项羽方渡河救赵。田安下冀北数城，引兵将项羽，项羽立田安为冀北王，至鄱阳。田荣以父项梁不肯出兵助楚赵攻秦，故不得望赵将臣于邑，失职不得望，二人俱怨项王。虚王既归，诸侯各救国，田荣使人将兵助臣于，令反赵地。而荣亦发兵以聚集田都，田都王走楚。田荣留其王室，无令之。胶东视之左右曰：项王强暴，而王当之胶东，不救国，必为是惧，乃王救国。田荣怒，追及杀其王室于即墨，还攻杀冀北王安。于是田荣乃自立为齐王，进并三齐之地。注所引田氏王胶东，田都望齐，田安王冀北。项王闻之，大怒，乃北伐齐。齐王田荣兵败，走平原。平原人杀荣。项王遂烧以齐城郭，所过者尽屠之。其人相聚，叛之。戎地衡收其散兵，得数万人，反击项羽于城阳。而汉王率诸侯败楚，入彭城。
项羽闻之，乃一骑而归，及汉于彭城，因连与汉战，相距荥阳，以故田横父的收其臣邑，立田荣子广为齐王，而横相之，专国政，政无巨细，皆断于相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三年正月，正义平原，德州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立故王田甲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甲走楚，楚杀之。正义城阳，蒲州。PG 1742。雷则是。注所引此其意义，亦久之矣。并古是字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四月，恒定其三年。汉王始立申往说夏齐王广及其相伯恒，恒以为然，解其立下居。汉将韩信引兵且东及齐，齐初始华吴商田解军于立下矣。据汉，汉始至，乃罢守战备，纵酒，且遣使与汉平。汉将韩信以平赵燕，用蒯通计渡平原，袭破齐立下军，因入临淄。齐王广相横怒，以立身卖己，而亨立身。齐王广东走高密，相横走伯阳，守相田光走城阳，将军田忌军于胶东。楚使陇，且救齐，齐王与何军高密。汉将韩信与曹参破杀陇，且虏齐王广。汉将灌婴追得齐首相田光，至伯阳，而横闻齐王死，自立为齐王，还击婴。因败横之军于营下，田横王走梁归彭越。彭越是时居梁的，中立，且为汉，且为楚。韩信以杀龙，且因令曹参进兵破杀田忌于胶东，使灌婴破杀齐将田西于千城。韩信遂平齐，齐自立为齐甲王，汉因而立之。注集解徐广曰：高，一座甲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四年十一月。注集解晋卓曰：泰山营县也。正义故营城在兖州亳城县东北百里。注正义迁城故城在淄州高苑县北二十五里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二月也。后遂于汉灭项籍，汉王立为皇帝，以彭越为梁王。田横聚诸而与其徒属五百余人入海，居岛中。高帝闻之，以为田横兄弟本定齐，齐人贤者多赴焉，今在海中不收，后恐为乱。PG 1743。乃使使赦田横罪而召之。田横因谢曰：臣亨陛下之使立身，今闻其弟立商为汉将而贤，臣恐惧，不敢奉诏，请为庶人守海岛中。使还报高皇帝，乃诏魏魏立商曰：齐王田横及至人马从者，敢动摇者至足矣。乃复使使持节具告以诏商状曰：田横来，大者王，小者乃侯耳，不来，且举兵加诛焉。
田横乃与其客二人乘船驿洛阳。注集解为昭曰：海中山曰岛，镇义岸，海州东海县，有岛山，去岸八十里。注集解如淳曰：驷马下卒为乘船，未至三十里，至师乡就至。横谢使者曰：人臣见天子，当喜慕，止留。谓其客曰：横使与汉王俱南面称呼，今汉王为天子，而横乃为王虏，而北面视之，其耻故已甚矣。且无亨人之兄，与其弟并肩而视其主，纵彼为天子之兆，不敢动我，我独不愧于心乎？且陛下所以欲见我者，不过欲一见无面貌耳。今陛下在洛阳，今斩无头，持三十里弦，形容尚未能拜，犹可观也。遂自警，令客奉其头，从使者持奏之高帝。高帝曰：嗟乎，有以也夫！岂自不依？兄弟三人更望，岂不贤乎哉？为之流涕，而拜其二客为都尉，发卒两千人，以王者礼葬田横。注集解应绍曰：师乡在偃师。赞曰：就至，至马，以船驿也。注正义奉阴盆。注正义其田横墓在偃师西十五里。崔豹古今注云写 ，PG 1744。漏蒿里，宋哀歌也，出田横门人。横自杀，门人伤之而作碑。歌言人命如谢上漏，亦熄灭。至李延年，乃分为二曲，谢漏宋。王公贵人，蒿里宋氏大夫数人，使晚逝者歌之，俗呼为晚歌。祭葬，二客穿其衣旁孔，皆自警，下从之。高帝闻之，乃大惊。大田横之客皆贤，吾闻其余上五百人在海中，使使召之。至则闻田横死，亦皆自杀。于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是也。太史公曰：甚以蒯通之谋，乱其交淮阴，其促亡此两人。蒯通者，善为长短说，论战国之权变，为八十一首。通善其人安其身，安其身常干项羽，项羽不能用其家，以而项羽欲封此两人，两人终不肯受，亡去。田横之高洁，宾客慕义而从恨死，岂非至贤？于因而列焉。不无善化者，莫能图何哉？注集解韩信田横。注所引言欲令此事长，则长说之；欲令此事短，则短说之。故《战国策》一名曰《短长书》是也。注集解《汉书》曰：号为隽永，永一座求，所以隽永书名也。隽因松眼反。注所引言天下非无善化之人，而不知图画田横及其党目，亦死节之事，何故哉？叹化人不知化此也。所引数赞，秦相之计，天下交兵，六国数党，
自治豪英。田丹与寇立誓相容，楚封王甲其魄立身，兄弟更望海岛传声。 PG 1745，《史记》卷95，列传35，樊立腾冠列传。五阳侯樊哙者，沛人也，以屠狗为事，与高祖俱饮。助正义五阳在许州邺县东十里。助正义因快，又急外返。助正义沛徐州县。助正义食人食狗，亦与羊食同，故怪专屠以卖之。初从高祖起封，攻下沛。高祖为沛公，以怪为舍人。从公。胡陵方雨，还守封，及泗水间封下，破之。复东定沛。破泗水守薛西。与司马建战荡东，却敌斩首15级，赐爵国大夫。常从沛公及章邯军濮阳，攻城先登，斩首13级，赐爵列大夫。复常从攻城阳、先登。下户有破里游军，斩首16级。四上贤爵，从攻为东郡守卫于城武，却敌斩首14级，捕虏11人，四爵武大夫。从及秦军出伯南，何贤守军于杠里，破之。即破赵奔军开封北，以却敌先登，斩后1人，守68级，捕虏27人，赐爵卿。从攻破杨雄军于区域，攻宛陵，先登，斩首8级，捕虏44人，赐爵封号贤臣军。从攻长设换元，爵河津东。PG 1746，攻秦军于师，20南攻秦军于抽。21破南阳守以于阳城。东攻宛城，先登。西至利，22以却敌，斩首24级。捕虏40人，赐中封。23攻武关，至霸上，斩都尉1人，守10级，捕虏146人，将卒2900人。助正义防御2英，助所引案监者，秦时御史监郡也，封下封县之下也。正义泗水郡名。住所隐卫破其守于薛县之西也。住即解张晏曰：“秦司马正义秦将章邯司马建。”住正义荡宋州县也。住即解文隐曰：“即官大夫也。”正义爵第6级也。住即解文隐曰：“即公大夫。”爵第7。注籍解徐广曰：年表2年7月，破秦军濮阳东，屠城阳也。正义案城阳进濮阳，而汉书作阳城，大错误。注正义户有汴州东城刘县东北91里东温故城市。注籍解孟康曰：不在20爵中，如直归直伯比也。如淳曰：贤，或作文。吕氏春秋曰：魏文侯东胜其于长。臣
天子上文侯以上贤爵，所引赐上文爵。张彦予的敬上文，敬卓曰：明通于天子也。如淳曰：或作上文。又引《吕氏春秋》，当政上贤。贤因忠贤之贤，助政议曹州县，助所引案伯汤所都，今河南偃师有汤伯氏也。政议伯故城在宋州古熟县西南四十里，助政议地名晋城阳，助政议汴州县。住所引因取于二因，一名也。正一区秋雨反玉牛 PG 1747。公反郑州中牟县有区域据，住所引地理治属河南。正一晚陵故城在郑州新郑县东北38里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十次爵有直伯直归，又有次爵封儿，加美名以为号也。又有功，则赐封列侯。因按张彦曰：十路比封君而无义。赞曰：秦制列侯乃有封爵也。所引张彦曰：十路比封君而无益。徐广曰：赐爵有直归直伯，又有爵封儿，加美号。又小言于楚汉之际，权设宠荣，假其位号，或得意的，或空受爵，此例多矣。曰以情志，于义不通。助政议许州里县也，换元官在沟氏县东南30里。助政议古平因今在河南府东北50里也。助二林政议在偃师南。助二一政议在汝州汝山县东南。助二二政议立英直，在邓州新城县西北40里。注二三集解张彦曰：义路也。如淳曰：正爵名也。赞曰：增封也。所引张彦于义路也，臣赞以为增封，意义尽是。而如淳曰：正爵名非也。小言以为众封者，兼二号，盖为的也。项羽在西夏，欲攻沛公。沛公从百余骑因相国面见项羽。谢无有闭关事。项羽既享军事，终久亚父谋欲杀沛公，令项庄拔剑舞座中，欲及沛公，项国长坚屏蔽之。时独沛公与张良的入座，樊哙在营外闻事急，乃持铁盾入到营。营未止怪，怪直撞入，立帐下。项羽目之，问为谁。张良曰：沛公参陈樊哙。项羽曰：壮士，赐之之酒至坚。怪计饮酒，拔剑切肉食，尽之。项羽曰：能复饮乎？怪曰：臣死且不辞，岂特之酒乎？且沛公先入定咸阳，报师霸上矣。PG 1748。呆大王，大王今日至，听小人之言，
与沛公有隙，诚恐天下。简心仪大王也。项羽默然。沛公如厕，挥樊怪去。季出，沛公留车骑，独骑一马，与樊怪等四人不从，从贤到山下归走。霸上军而使张良谢项羽，项羽亦因遂矣，无诛沛公之心矣。是日为樊怪灌入营桥，让项羽，沛公是击待。注集解张燕曰：酒酣也。注集解汉书音义曰：董因撞钟，正义撞直将反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一本作立为下，田木而视，字皆邪。初，助正义时与魏为王，使追书。助正义既买反，至此为绝句。助所引桥因巧则也，或才效反，或意作巧。助正义己因其。明日，项羽入屠咸阳，立沛公为汉王。汉王赐怪爵为列侯，号令武侯，迁为郎中，从入汉中。助正义贵阳陵五县，还定三秦，别及西城白水北，雍亲车骑于雍南，破之。从攻雍台城，先登及张平君好志，攻城，先登县阵。斩县令陈各一人，守十一级，虏二十人，牵郎中骑将。从及秦，车骑攘东，却敌，迁为将军。攻赵奔，下梅怀里柳州。咸阳，灌废丘，嘴。至溧阳，四十亿度之樊乡。从，攻项籍，屠主早。即破王五城，处军于外黄。攻邹鲁峡。秋薛，项羽败汉王于彭城，进复取鲁梁地。怪还至荥阳，一时平阴两千户，以将军守广武。一岁，项羽引而东。从高，祖籍项籍，下阳下，鲁楚州将军卒四千人，为项籍于城。PG 1749，大破之，屠胡陵。注集解徐广曰：陇西有西县，白水在五都，阴暗。如淳曰：皆地名也。晋卓曰：白水，今广平魏县也。地理至吴、西城、四秦。江陵所引岸，西为陇西之西县。白水，水名，出五都，今西县东南流。言怪及西县之城在白水之北耳，徐广等说皆非也。正义扩地至于白马水源，出文州渠水县西南，会经孙山下。助正义上雍与拱反，助己解阴胎，助所引岸，雍及扶风雍县，台阴台及后继所封，今之武功故台城市，张平及张邯子也。助所引小言亦以为地名。正义壤乡在武功县东南二十里。助正义齐州县。助所引岸，柳中及细柳的在长安西也。助集解李齐曰：以水灌废丘也。
张晏曰：“罪，公。”第一也。晋卓曰：“今府治华阴，冠北也。所引冠位以水，冠废丘，陈县，其功最上也。”李琦曰：“废丘即怀里也，上有怀。”李此又言者，以此事小怀里，非也。按文于公赵奔，下梅怀里柳中咸阳，总言所攻陷之意。别言以水灌废丘，其功特罪也。何者？出于怀里，称其心名，后言功罪，是重举，不欲在。见其文，故应就称废丘也。注正义雍州县，注所引案，杜陵有凡乡。三秦记曰：长安镇南，山名秦岭，古名子午，亦名樊川，亦名玉素。樊乡即樊川也。注所引简地理志无主藻，尽说是。功臣表有主藻侯。PG 1750。云清何有主藻臣？小言以为公相及图主藻，何在河南？非清河之臣民矣。今按续《汉书·郡国志》，在晋阴宛渠也。正义案，其实项羽未渡河北，冀州信都县东北50里，主藻非矣。注正义州兖州县，在州东南62里。鲁兖州曲阜县，峡丘兖州县，薛在徐州藤县界。注正义平阴故城，在济阳东北5里。注正义下阴甲，陈州太康县。注正义陈州。注正义在兖州南。项籍既死，汉王为帝，以怪坚守战有功，一时800户。从高帝攻反燕王臧荼、鲁荼，定燕地。楚王韩信反，怪从至城，取信，定楚。更赐爵列侯，与诸侯剖符，世事勿绝，食五阳。号为五阳侯，除前所食。以将军从高祖公反韩王信于代，自获。人以往至云中，与将侯等共定之，一时1500户。因及臣西与曼丘臣军战相国，破伯人先登，将定清河长山凡27县，残东原，迁为左丞相。破得其无养引潘军于吴中广昌。破西别江湖人王黄军于代南，因及韩信军于参合。军所将促斩韩信，破西湖其横谷，斩将军赵济、鲁。代丞相冯梁守孙奋大将王黄将军、太过、太扑解服等10人。与诸将共定代相议73。其后燕王卢绾反，怪以相国。及卢绾破其丞相李济南，定燕的凡县18，相议51。一时1300户，定时五阳5400户。从斩首176级。鲁288人。别破军7，下城5，定郡6，县52。的丞相1人，将军12人，
两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一人。助阵一徐州 PG 一千七百五十一。助阵一千类反，又苏果反，又山寡反。杜预于或人敬义也。或人当作虽地理志云，虽人现属太原郡。扩地志云，虽人不成在代州凡至县界也。助阵义云，中郡县皆朔州善阳县北三百八十里，定襄不成是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慢，一座宁字。助阵义行州城，助阵义行州县。注集解张燕曰：蚕有所毁也。赞曰：蚕未多所杀伤也。孟子曰：贼亦未之残。助阵义在魏州飞狐县北七里。助阵义在朔州定襄县界。助阵义古阴郁，盖在代。助阵义人姓名。助所引底阴丁礼反。底续志。义云底者，丞相之名。怪以吕后与弟吕须为父，生子抗，故其比诸将最亲。先秦不反时，高祖常病甚，恶见人，卧镜中，照顾者无等。入于城，于城将官等莫敢入。十余日，怪乃排闼直入，大臣随之。上毒诊疑患者卧，怪等见上流涕曰：使陛下与臣等起丰沛，定天下，何其壮也！今天下已定，又何备也？且陛下病甚，大臣正恐，不见臣等济事，故独与疑患者绝乎？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？高帝笑而起，助阵义踏宫中小门。其后如晚饭，高帝使怪以相国及宴。是时高帝病甚，仍有恶怪党于吕氏，即上一日公车宴驾，则怪欲以兵进诛灭妻室。赵王如意之属，高帝闻之大怒，乃使陈平宰将侯代将而集军。PG 一千七百五十二，中斩怪。陈平谓吕后，直怪异长安。至则高祖已崩，吕后是怪，使复决意。孝惠六年，凡怪卒，是为武侯。子抗代侯，而抗母吕须邑为宁光侯。高后时用事专权，大臣敬畏之。抗代侯九岁，高后崩，大臣诛诸吕，吕须全属，因诛抗。武阳侯中绝数月。孝文帝既立，乃复封怪他庶子士人为武阳侯，复故爵邑。是人立二十九岁卒，是为荒侯。子他广代侯。六岁，侯家舍人得罪他，广怨之，乃上书曰：荒侯是人，并不能为人，令其夫人与其弟乱而生他广。他广实非荒侯子，不当代后。赵下立孝景中六年，他广夺侯为庶人，国除。著所引阴虚卷二阴。著正一言不能行人道。
著所引案，《汉书·平帝元始二年》，封怪玄孙之子张为武阳侯，一千户。屈周侯立商者，高阳人。陈胜起时，商聚少年东西越，人得数千。沛公略的至陈留，六月余，商已将卒四千人数。沛公于齐，从公长射，先登，赐爵封信陈君。从沛公公勾氏，爵河津，破秦军洛阳东。从公下宛壤，定十七县。别将公巡关，定汉中。驻镇义固城在洛明州区州西南十五里。驻所隐立阴历高阳，据名属陈留。镇义雍州秋西南据一人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月表曰二世元年九月，沛公起兵。二世三年二月，其陈留用历时其策，起兵至此时九月矣。时其传曰：既说高帝矣，乃言其弟商始从沛公也。所引是与立身。PG 1753。传及年表小不同，盖史官意义也。正义徐著非也。言商先东西，略得数千人，即沛公略的至陈留，商起兵，乃六月余的四千人。以将军从高祖也。注所引此地明确，盖在河南城镇之界。正义高纪云：历时其说沛公袭陈留，乃以时其为广野军，立商为将，将陈留兵与协公开封。立身传云：沛公引兵随之，乃下陈留为广阳军。言其弟立商始将数千人从沛公西南掠的。此传于属沛公于齐，从公长射。按纪传此说，其当与陈留高阳相近也。注集解汉书音义曰：汉中浔阳县因浔所引案，在汉中浔阳县浔水上之关。项羽灭秦，立沛公为汉王。汉王赐商爵姓陈君，以将军为陇西都尉。别将定北的上郡，破雍将军燕氏周内军，寻义苏藏军于泥阳。四十亿五乘六千户，以陇西都尉。从吉相吉军五月出据也，与中离内战，吉斗受梁相国印，一十亿四千户。以梁相国将从吉相与二岁三月攻胡陵，驻镇义宁州，驻镇义潞州。注集解因之，所引上因于然反，下因之县名属安定。汉书云：破章邯别将，镇义县在荆州安定县东四十里。注所引寻义在滨州，地理治属右扶风。寻因寻注集解徐广曰：藏一座题，所引北地县名。藏者，龙马也。镇义固城在宁州罗川县北三十余里，泥谷水源。
出罗川县东北泥洋，原侧有泉，于泥中潜流二十余步而流入泥谷。又有泥洋丘，在县东北四十里，驻镇义县在华州镇县东十三里。PG 1754。项羽既已死，汉王为帝。其秋，燕王臧荼反，商以将军从。及荼战龙脱，先登县镇，破荼军一下，却敌，迁为右丞。襄赐爵列侯，与诸侯口服，世事勿绝，食一桌五千户，号曰桌侯。以右丞相别定上谷，因公代受诏相国印。以右丞相诏相国别与将侯等定代雁门的代丞相陈纵首相郭同。将军以下至619人，还以将军为太上皇位一岁七月。以右丞相及陈豨、蚕东远。又以右丞相从高帝及秦部攻其前据，陷两城，得以破。步军更时驱州5100户，除前所食，反别破军三，将定郡。六县73的丞相、首相、大将各1人，小将2人，2000。时以下至619人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在燕赵之界，因按《汉书》音译曰：地名。所引孟康曰：地名在燕赵之界，其地阙。注镇义益州义县，注镇义涿幽州，注镇义归州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一座河，因为聚方成，聚因举，所引因聚，又因举。裴因云：聚方正。邹氏引左传右，左聚右聚。徐云：一座河，河君门也。汉书作前元，小言以为攻其壁垒之前元也。李其以为前锋坚壁弱，元强非也。商氏孝惠高后时，商病不治。其子季，字况与，吕禄善。及高后崩，大臣欲诛诸吕，吕禄为将军，军于北军。太尉伯不得入北军，于是乃使人竭力商，令其子况代吕禄。吕禄信之，故与出游，而太尉伯乃得入据北军，遂诛诸吕。是遂商促，是为景侯。子季代侯，天下称立况脉交也。PG 1755。注集解文引曰：不能治官事。注所引立季字也。邹氏本作兄，亦因况。注所引代妻也，诈也，因呆。注集解班固曰：夫脉交者，未见利而忘义也。若继父为功臣而又直节，虽催吕禄以安济，亦存君亲可也。孝景前3年，吴楚其赵反，上以季为将军，为赵臣。10月不能下，得于侯鸾部自平其来，乃下赵臣，灭赵王字，杀楚国。孝景中2年，
既欲娶平原君为夫人，景帝怒下既立有罪夺侯。景帝乃以伤他子兼封为谋侯，续立事后。谋晋侯卒，子康侯遂成立。遂成卒，子怀侯世宗立。世宗卒，子侯中更立为太常，做法国除。注集解于殷书，所引于殷于县名，又殷书在河东。注集解苏林曰：景帝王皇后母臧儿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谋者，更封一名，是曰景，所引谋，殷穆亦也，是曰晋侯。汉书无事。注集解徐广曰：是一作他，汝殷侯夏侯婴沛人也，为沛旧思欲，每宋使客还，过沛寺上庭，与高祖语，未尝不一日也。因以而是补县吏，与高祖相爱。高祖戏而伤殷，人有告高祖。高祖实为庭常众，作伤人，告故不伤殷，殷正之。后欲复，殷作高祖戏碎。余略吃数百，终以事托高祖。注正义汝殷及金阳城。注所引案，楚汉春秋云腾公为玉也。注集解为昭曰：告白也。白高祖伤人。注集解如纯曰：为利伤人，其罪重也。PG 1756。注集解邓展曰：虑有故起居。高祖自告不伤人。所引案禁令云：欲洁净，忽求居与罪状，求若称往欲起居者，许之也。注所引案为昭曰：高帝自言不伤殷，殷正之，是欲辞翻覆也。高祖之初与徒属欲公沛也，殷时以县令实为高祖使。上将沛一日，高祖为沛公，赐殷爵七大夫，以为太夫，从公胡。临殷与萧何将泗水兼平，平以胡陵将，赐殷爵五大夫，从。及秦军荡东，攻济阳，夏户友破里游军拥丘下，以兵车去攻。战及，赐爵直伯，常以太仆奉车从及章邯军东阿濮阳下，以兵车去攻战及，破之，赐爵直归。复常奉车从及赵奔军开封杨雄军区域，因从捕虏68人，将卒850人，得应一溃。因复常奉车从及秦军洛阳东，以兵车去攻战及，赐爵封转为腾公。因复奉车从攻南阳，战于蓝田止阳，以兵车去攻战及，至霸上。项羽至，灭秦，立沛公为汉王。汉王赐殷爵列侯，号昭平侯，复为太仆，从入蜀汉。注正义为于伟反，使所立反。注正义为父老开城门迎高祖。注集解张燕曰：胡陵平所指县，何尝给之？故与将也。注所引案
说文于愧狭也，未得其实自相不属之。应注集解徐广曰令也。因按邓展曰今沛郡公丘。汉书曰因为腾令奉车，故号腾公。正义腾及公丘不成事，在徐州腾县西南十五里。住所引指因指地名今霸陵也，在今赵。PG 1757。还定三秦，从吉向吉，至彭城，项羽大破汉军，汉王败，不利驰去。见校会鲁元宰之，汉王急，马罢鲁在后。常觉两儿欲弃之，因常收，尽宰之。徐行面拥数乃食。汉王怒，行欲斩殷者十余，促得脱，而至校会鲁元于封。住所引绝殷绝，又因惧越反，亦因居未反。汉书作播殷播。注集解服前曰：高祖欲斩之，故因为树走也。面向树也。应少曰：古者皆立臣，因恐小而坠，各置一面拥持之，树立也。苏林曰：南阳方人为抱小而为拥树面者，大人以面首相临之，小而抱大人仅似悬树也。所引苏林与静卓皆言南方及京师为抱而为拥树，今则无其言，或当时有此说。其应服之说，盖不也。汉王既至荥阳，收散兵，复镇，赐殷食其阳。复常奉车，从吉向吉，追至城，促定楚，至鲁，一时滋事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其一座夷，所引盖相邻也。汉书作夷，楚无其县。住所引县名也。地理治属太原，汉王立为帝。其秋，燕王臧荼反，因以太仆从及荼。明年，从至臣取楚王姓，更使鲁殷剖腹事事勿绝。以太仆从及代至武泉云中。一时千户，因从及韩信军胡骑进阳旁，大破之，追北至平城，为胡所围，七日不得通。高帝使时后一恶事，冒顿开为一角。高帝出御池，因故徐行，弩皆持满外向，促得脱。一时因细阳千户，复以太仆从及胡骑聚驻北，大破之。以太仆及胡骑平。PG 1758。城南三县城，攻为多，赐所夺邑500户。以太仆及城西，秦不军，县城却敌，一时千户。定时汝应6900户，除前所十。住所引地理至武泉属云中。正义二县在朔州善阳县界。住所引地理至属汝南。注集解汉书音义曰：时有罪过夺邑者，以赐之。因自上初起沛，常为太仆，进高祖登。
以太仆视孝惠，孝惠帝极高厚德，因之托孝惠汝源于下义之贤也，乃赐因献备。帝第一曰：敬我，以尊义之。孝惠帝崩，以太仆视高厚。高厚崩，代王之来，因以太仆与东穆侯入侵宫，废少帝，以天子法驾迎代王代帝，与大臣共立为孝文皇帝，复为太仆。八岁卒，是为文侯。子仪侯逞立，七年卒。子贡侯次立，三十一年卒。子侯颇上平阳公主，立十九岁，元鼎二年，坐与父玉璧，奸罪自杀，国除。助正义宋州砀山县。住所引案，姚氏云：三府故事曰，滕文公墓在引马桥东大道南，俗谓之马遗。博物志曰，公卿送阴葬至东都门外，马不行，博的悲鸣的实质，有名曰家臣郁郁，三千年见白日，欲皆腾公居此事，乃葬之。引阴侯冠阴者，虽阳犯增者也。高祖之为沛公，略的至雍丘下，章邯拜杀项梁，而沛公还军于荡，因出以中捐从疾，破东郡尉于陈武及秦军于扛里，即斗赐爵七大夫，从攻秦军。伯南开封区域战吉利，赐爵直伯，号宣陵君，从攻阳。武以西至洛阳，破秦军师北，北绝河津，南破南阳守以阳城东，遂定南阳郡。西入武关，战于蓝田，吉利至霸上，赐爵直归。PG 1759，号昌文君。助正义京城周南引县西北十三里引阴故城市。助正义睢阳，宋州宋城县。助吉解服前曰：吉公之。助所引亦称宣陵君，皆非绝土，加美号耳。沛公立为汉王，拜阴为郎中，从入汉中。十月，拜为中夜者，从还定三秦，下溧阳，降塞王，还为章邯于废丘，未拔。从东出临晋关，即降阴王，定其地。即项羽将龙且未相向他军定洮南，即战破之，赐阴爵。列侯号昌文侯，十渡平乡。住所引为十渡县之平乡。复以中夜者从降下荡，以至彭城。项羽急，大破汉王。汉王遁而西，因从还，军于雍丘。王武魏公身土反，从即破之。攻下黄，西收兵，军于荥阳。楚其来西，汉王乃择军中，可为车骑将者，皆推故秦骑士众全人李弼落甲袭其兵。今为校尉，可为骑将。汉王欲拜之，弼甲曰：臣故秦名，恐君不信臣，臣愿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复之。冠英虽少，然
树立战，乃拜灌婴为中大夫，令李弼落甲为左右校尉、江郎。中骑兵及楚骑于荥阳东，大破之。受诏别及楚军后，绝其饷道。启阳武志相议，即项羽之将相关于鲁下，破之，所将促斩右司马骑将各一人。即破这公王武，军于燕西，所将促斩楼。凡将五人，连引一人。即王武别将桓婴白马下，破之，所将促斩都尉一人。以其渡河南，宋汉王到洛阳，使北营相伯韩信军于邯郸，还至敖仓，因迁为御史大夫。PG 1760。注集解张燕曰：秦将将为公，今反。助阵亦故城在曹州考城县东24里。注集解徐广曰：重权属冯异。阵亦故城在同州蒲城县东南45里。住所隐蔽，甲二人名也。姚氏案，汉晋桓帝延熙3年，追慕高祖功臣李弼后黄门臣李遂为晋阳关内侯也。注集解如淳曰：父因父有言随从者。注集解张燕曰：王右方之马，左翼如之。注集解徐广曰：这属臣所引案，五这县令也。这县属臣，正义这属淮阳国。按华州作臣，本南燕国也。注集解李其曰：楼烦县名，其人善其舍，故以名舍，是为楼烦，取其美称，未必楼烦人也。张燕曰：楼烦胡国名也。注集解张燕曰：大夫楚官。所引苏林曰：楚官也。按左传莫敖连引公就引是3年，以列侯10亿度平乡，以御史大夫受诏将郎中骑兵东蜀相伯韩信，即破齐军于历下，所将促鲁车骑将军华无伤即将立46人，将下临淄的骑手向田光追骑向田横至营泊，破齐骑，所将促斩骑将一人，生的骑将4人，攻下营泊，破其将军田西于千城，所将促斩西东从韩信攻龙且刘公炫于高密，促斩龙且生的右司马连引各一人，楼烦将10人，生生的雅将周兰。住所引刘县令称公炫其名也。高密县名在北海，汉书作贾密，贾密地名不知所在，未知孰是。正义刘县在沛郡公其岭。 PG 1761。 注集解文隐约所将促其的已定，韩信自立为齐王，使因别将及楚将功稿于鲁北，破之，转南，破薛郡长，生鲁齐将一人。公伯富阳前至下乡以东南同取绿徐
杜怀竟将其诚意至广陵。项羽使项身薛公谭公复定淮北，因渡淮北即破项身。谭公下邳斩薛公，下下邳即破楚旗于平阳，遂将彭城。鲁柱国项陀将刘薛配赞萧项公苦乔复的雅将周兰与汉王会于乡，从即向集军于城下，破之所将，促斩楼樊将二人，鲁齐将八人，赐一十亿二千五百户。住所以取阴丘，绿阴驴，取右阴去，同徐氏二县取，绿氏一县名。注集解汉书因义曰，注广陵以御敌，正义未从下乡，以东南进将陈毅乃至广陵皆平定也。注正义谈因谈东海县，注所引小言语，此平阳在东郡，地理至泰山有东平阳县，正义南平阳县城，今兖州邹县也，在兖州东南六十二里。按邹县去徐州藤县界四十余里也。注正义互交二因。注集解徐广曰：苦县有一乡，所引徐广于苦县有一乡，因以之反。项即败该下去也，因以御史大夫受诏将车骑别追项即至东城，破之。所将卒五人共斩项即，皆赐爵列侯，将左右司马各一人，卒万二千人，尽得齐军将立。下东城溧阳，渡江。破吴郡长吴下的吴守，遂定吴豫张会稽郡，还定淮北，凡五十二县。批至一千七百六十二。注正义县在濠州定远县东南五十五里。注正义河州溧阳县及荆州城市也。注集解卢纯曰：熊长之长也，所引下有句，守此长即令也。卢纯以为熊长非也，正义今苏州也。按如说非也，吴郡长即吴郡守也。一破吴郡长兵于吴城下而得吴郡守身也。汉王立为皇帝，赐邑阴邑三千户。齐丘以车骑将军从吉，破燕王臧荼。明年从至臣取楚王姓，还剖符世事勿绝，使引阴二千五百户，号曰引阴侯。以车骑将军从吉反韩王信于代，至马邑，受诏别将楼樊矣。北六县斩代左乡，破胡骑于武泉北。复从吉韩信胡骑晋阳。下所将促斩胡白提将一人，受诏并将燕赵齐梁楚。车骑即破胡骑于沙石，至平城为胡所为，从海军东援。驻正义县名在朔州北二百二十里。驻集解符前曰：胡名也。驻集解符前曰：沙因沙，所引符前因沙，刘氏因迁，卧反。
从及陈西受诏别攻西丞相侯敞军区逆下破之，促斩敞。即特将五人将区逆卢奴上区阳安国安平攻下东院。注集解文隐曰：特疑之特也。注正义卢奴定州安喜县事，曲阳定州曲阳县事，安平定州安平县。秦不反，以车骑将军先出，攻不别将于乡，破之，斩雅将楼反将三人。又进击破部上柱国军及大司马军，又进破部别将批至1763。肥猪因深深的左司马一人所将促斩其小将十人，追北至淮上12500户，不以破高帝归，定令殷实引殷5000户除前所十亿，凡从的2012人，别破军16，将臣46。定国一郡2，县52的将军2人，驻国、相国各1人，2010人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一座诸所引案，《汉书》作肥猪，因自破不归，高帝崩，因以列侯氏孝惠帝及吕太后，太后崩，吕禄等以赵王自治为将军，军长安为乱。齐哀王闻之，举兵西，且入诸不当为王者。上将军吕禄等闻之，乃遣殷为大将，将军往及之，殷行至荥阳，乃与将侯等谋，殷屯兵荥阳，封齐王以诸吕氏事，其兵止不前。将侯等既诛诸吕，齐王罢兵归，殷亦罢兵自荥阳归，与将侯陈平共立代王为孝文皇帝。孝文皇帝于是一封殷3000户，赐黄金1000斤，拜为太尉。助阵一封方奉返。3岁，将侯伯勉相救国，因为丞相，罢太尉官。4岁，匈奴大入北地，上惧，令丞相应将其85000往及匈奴。匈奴去，冀北往返，赵乃罢应之兵。后遂于应以丞相促，是曰一侯子平侯阿代侯。28年卒，子强代侯。13年，强有罪，绝。2岁，元光3年，天子封冠英孙贤为凌汝侯，续冠世后。8岁，坐刑求有罪，国除。太史公曰：吾事丰沛，问其已老。官不消，曹樊怪滕公之家及其宿，亦灾所闻。方其古刀屠狗卖僧之时，岂自知？复祭之尾，垂临汉庭，得留子孙哉？余与他广通，唯言高祖功臣之心实若此云。批至1764。注所引案，他广樊怪之孙，后失封，盖长亚太史公序。萧曹樊滕之功西聚，则从他广而得其事，故备也。所引数赞，
圣贤影响，于真龙变，土狗犯增，功臣也战。服役西上，受封南面，力矿麦郊，五阳内园，藤冠更旺，异业繁衍。PG 1765，史记卷96，列传36章丞相列传。张丞相仓者，杨武人也，好书律历，秦时为御史，逐著下方书，有罪王归，即沛公略的过杨武，仓以客从攻南阳，仓作法当斩，解衣服直，身长大，肥白如户，时王临见而怪，其美事，乃言沛公设勿斩，遂从西入武关，至咸阳，沛公立为汉王，入汉中，还定三秦。陈余即走长山王张耳，耳归汉，汉乃以张仓为长山守，从淮阴侯及赵仓的陈余，赵地已平，汉王以仓为代乡，被边寇，以儿喜为赵相，相赵王耳，耳促相赵王敖，复喜相代王，燕王臧突反，高祖往及之，仓以代乡，从公臧突有功，以六年中封为北平侯，食1200户，住所隐岸，县名属陈留，正义镇州阳武县也。注集解如淳曰：方板也，魏书是在板上者也。秦上至柱下使，仓为御史，主其事。或曰四方文书，所引周秦，皆有柱下使、魏御史也。所长及势力横在殿柱之下，故老子为周柱下使。今仓在秦代一居司职，方书者如淳以为方板，谓小事书之于方也，或曰主四方文书也。尧氏以为夏禹，名其天。夏图书记集主句上记，则方为四方文书是也。注所引小言于直甚也。迁为祭乡，一月更以列侯为主祭四岁。是时萧何为 PG 1766，相国而张仓乃自秦时为柱下使，名袭天下图书记集。仓又善用算律历，故令仓以列侯居相府，领主郡国上记者。秦不反王，汉立皇子常为淮南王，而张仓相之。14年，迁为御史大夫。注集解文引曰：能记，故号曰记相。注集解张晏曰：以列侯典孝郡国不书。如淳曰：以其所主，应以为官号，与祭相同，时所促立，非九师也。所引未改祭相之名，更名主祭也。此盖全实立号也。周昌者，沛人也。其从兄曰周科，秦时皆为泗水促使。即高祖起沛，即破泗水守坚，于是周昌、周科自促使从沛公，沛公以周昌为直至，周科为客，从入关破秦。
沛公立为韩王，以周苛为御史大夫，周昌为中尉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主其志之属，所引官名也。直主也，志其志也，为长其志之官也。殷昌至反。注集解张彦曰：为帐下宾客，不长官。汉王四年，楚为汉王营阳集，汉王遁出去，而使周苛守营阳城。楚破营阳城，欲令周苛将。苛骂曰：若去将汉王，不然，今为汝矣。项羽怒，哼周苛，于是乃拜周昌为御史大夫，常从急迫项籍。以六年中与萧、曹等俱封，封周昌为汾阴侯。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，封为高景侯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四年三月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九年封，封三十九年，文帝后元四年，谋反死，国除。昌为人强力，敢直言，自萧、曹等皆卑下之。昌常宴食入奏事，高帝方拥七姬，昌还走，高帝逐的，其周昌相问曰。PG 1767，我何如主也？昌仰曰：陛下即桀纣之主也。于是上笑之，然犹旦周昌。即帝欲废太子，而立七姬子如意为太子，大臣不争之，莫能得，上以留侯策即止。而周昌廷真之强，上问其说，昌为人痴，又甚怒，曰：臣口不能言，然臣其其之，其不可。陛下虽欲废太子，臣其其不奉诏。上欣然而笑。既罢，吕后侧耳于东厢听，见周昌，为跪谢曰：为君太子己废。注集解《汉书》音义曰：以上宴食入奏事。注正义昌以口持，每与故众言其其也。注集解为昭曰：殿东堂也。所引为昭曰：殿东堂也，小言语。朕请之东席事，皆豪曰相，言似相切之行。注所以己据一反。事后七姬子如意为赵王，年十岁，高祖忧及万岁之后不全也。赵尧年少，为福喜御史。赵仁方与公卫御史大夫周昌曰：君之使赵尧，年虽少，然其才也，君必益之，是且待君之位。周昌笑曰：尧年少，刀笔利耳，何能治世乎？居请之，赵尧是高祖。高祖独心不乐，悲歌，群臣不知上之所以然。赵尧进请问曰：陛下所为不乐，非为赵王年少儿戚夫人与吕后有雀邪，被万岁之后而赵王不能自全乎？高祖曰：然。吾思忧之，不知所出。尧曰：陛下独以为赵王智慧强相，及吕后、太子于臣素所敬惮乃可。高祖曰：然。
无念之欲如是，而愚臣谁可者？尧曰：欲使大夫周昌，其人坚忍直直，且自吕后、太子及大臣皆肃静惮之。都昌可，高祖曰：善。于是乃召周昌，谓曰：吾欲故反攻，攻强为我相赵王。周昌泣曰：臣初起从陛下，陛下独乃何中道而弃之于诸侯乎？高祖曰：吾及知其左迁，然无。批至1768。思忧赵王，念非攻无可者，攻不得以强行。于是喜御史大夫周昌为赵相。注集解孟康曰：方与县名公其号，赞曰：方与县令也。注正义古用简牍，书有错谬，以刀削之，故号曰刀笔利。注所引谓不知其迹所出也。注正义还谈新论云：使周相赵，不如使取吕后家女为妃，令妻夫人善事吕后，则如意无弊也。注所引案：诸侯王表有左官之律，为昭以为左右下也，竟不得下士于诸侯王也。然帝道尊右，右贵左贱，故未贬至为左迁。他皆类此。既行久之，高祖持御史大夫应弄之，曰：谁可以为御史大夫者？孰是赵尧？曰：吾以一尧。遂拜赵尧为御史大夫。尧以前有军功十亿，即以御史大夫从及陈豨有功，封为江邑侯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十年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十一年封。高祖崩，吕太后使使赵赵王，其乡周昌令王称疾不行，使者三反，周昌怒为不遣赵王。于是高后患之，乃使使赵周昌。周昌至，谒高后，高后怒而骂周昌曰：尔不知我之怨妻是乎？而不遣赵王何？昌既真，高后使使赵赵王，赵王果来至长安月余，饮药而死。周昌因血并不朝见，三岁而死。批至1769。注集解徐广曰：是道也。所引案《汉书列传》及表贤言周昌是道，为昭愚，或是会非也。汉书又曰：传子至孙亦有罪，国除。景帝复封昌孙左车为安阳侯，有罪，国除。后五岁，高后闻御史大夫江邑侯赵尧高祖时定赵王如意之话，乃抵尧罪，以广阿侯任敖为御史大夫。注正义高后之年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吕后元年，国除。任敖者，故配玉立。高祖常辟立，立系吕后，欲之不谨。任敖素善高祖，怒，即伤主吕后立。即高祖初起，敖以客从为御史，守封二岁，高祖立为汉王，东极向极，
敖谦为上党首。陈豨反时，敖坚守，封为广阿侯，食千八百户。高后时为御史大夫。三岁免，以平阳侯曹植为御史大夫。高后崩，不与大臣共诛吕禄等。免，以淮南乡张苍为御史大夫。助正义辟阴蔽。助集解徐广曰：文帝二年，任敖卒，是一侯。曾孙悦人，元鼎二年为太常，作九酸，国除。因按《汉书》任敖孝文。元年薨，徐物也。所引此徐氏据《汉书》为说，而物云二年。裴英又引任安书正为的其实。正义按《史记》书表云孝文二年。卒，汉表又云封十九年卒，即高祖十一年封，到文帝二年则十九年矣。而《汉书》误，裴氏不考，乃云徐误，何其二过也。苍与绛侯等尊历代王为孝文皇帝。四年，丞相灌婴卒，张苍为丞相。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，会天下初定，将相五卿皆军吏。张苍为祭相时，续正律吏。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，因故秦时。本以十月为岁首，符格。推武德之欲，以为汉当水德之时，上。PG 1770。黑如故。吹玉调月，入之阴声，即以彼定律令。若百公，天下作臣品。至于为丞相，促就之，故汉家。言律例者，本之张苍。苍本好书，摩所不观，摩所不通，而由善律例。注集解文引曰：序，寻也。或曰序，业也。注正义遥察云：苍是秦人，犹用推武胜之法，以周赤。乌为火，汉胜火以水也。注集解如淳曰：彼谓武殷清浊各有所比也。以定时耳。越律之法令于乐观，使常行之。赞曰：未以彼故取类，以定法律与条令也。正义彼因彼，或因彼屡反，谓彼方也。注集解如淳曰：若顺也。百公为器物，皆有尺寸斤两，皆使得宜，此之未顺。晋卓曰：若欲及之辞，所引案。晋卓说以为若欲及之辞为的也。注集解汉书曰：注书十八篇，言阴阳律历事。张苍得王陵。王陵者，安国侯也。即苍贵，常父是王陵。陵死后，苍为丞相，徙幕，常先朝陵夫人上食，然后改归家。苍为丞相十余年，鲁人公孙承上书言汉土得时，其福有黄龙当见。诏下其义张苍，张苍以为非是，罢之。其后黄龙见臣，即于是文帝诏公孙承以为博士，草土德之立制度。更元年，张丞相由此自处，谢病称老。苍任人为忠厚，
大为坚立，上以让仓，仓遂并免。仓为丞相十五岁而免。孝景前五年，仓卒，是为文侯。子康侯代八年卒，子类代为侯八年，作灵珠。侯丧后就位不敬，国除。注集解张晏曰：所选保任者也。赞曰：忠厚官名。PG 1771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一座吊阴愧。注所引案《汉书》云：传子至孙亦有罪，国除。今此云康侯代八年卒，子类代侯，则类即义也，与《汉书》略同。初，张仓腹长不满五尺，即升仓，仓长八尺余，为侯丞相。仓子腹长，即孙类长六尺余，做法师侯。仓之免乡后，老口中无齿，食乳，女子为乳母。妻妾以百数，常孕者不复醒。仓年百有余岁而卒。注集解《汉书》云：长八尺。申屠丞相家者，良人，以才官爵张从高第及相及迁为对律，从及秦步军为都尉，孝惠时为淮阳守。孝文帝元年，举故吏事两千石从高皇帝者，悉以为关内侯，食邑二十四人，而申屠家食邑五百户。张仓以为丞相，加迁为御史大夫。张仓免相，孝文帝欲用皇后帝窦广国为丞相，曰：恐天下以无私广国，广国贤有行，故欲相之，念久之不可，而高帝十大臣又皆多死，余见无可者，乃以御史大夫加为丞相，因故亦封为固安侯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勇见有才力开张，因按如纯曰：才官之多力，能脚踏强弩张之，故曰绝张。律有绝张事，所引孟康云：主张强弩。又如纯曰：才官之多力，能踏强弩张之，故曰绝张。绝因其越反，汉令有绝张是百人事也。注所引所类反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后二年八月，注正义经益州界武阳城中东南于故城事也。家为人廉直，门不受私业。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方隆爱信，赏赐类巨万。文帝常宴饮通家，其宠如是。是时丞相入朝而PG 1772。通居上放，有怠慢之礼。丞相奏事毕，因言曰：陛下爱信臣，则富贵之至于朝廷之礼，不可以不肃。上曰：君勿言，无私之。罢朝作府中，家为袭召邓通一丞相府，不来，且斩。通，通恐，入言文帝。文帝曰：汝帝往，吾今使人召落。通至丞相府，免官，图显，顿首谢，家作自如，
故不为礼。则曰：夫朝廷者，高皇帝之朝廷也，通小臣，系殿上，大不敬，当斩。立金刑斩之。通顿首，手尽出血，不解。文帝杜臣，相以困通，使使者持节召通，而谢丞相曰：此无弄臣，君事之。邓通既至，为文帝泣曰：丞相己杀臣。注集解如纯曰：加与其力曰：今变形斩之。加为丞相五岁，孝文帝崩，孝景帝即位。二年，朝错为内史，贵姓用事，诸法令多所请变更，亦以折罚亲削诸侯。而丞相家自处所言不用，即错。错为内史，门东出，不变。更穿一门南出。南出者，太上皇庙阮元。家闻之，欲因此意。法错擅穿宗庙园为门，奏请诸错。错客有与错，错恐，夜入宫。上夜自归景帝。至朝，丞相奏请诸内史错。景帝曰：错。所穿非真庙园，乃外阮园，故他官居其中，且又我使为之。错无罪。罢朝，家谓常使曰：吾悔不先斩错，乃先请之。为错所满，至舍，因呕血而死。是为桀侯。子贡侯灭代。三年卒，子侯去病代。三十一年卒，子侯于代。六岁，作为酒。姜太守受故官送有罪，国除。注集解服前曰：宫外人也。如纯曰：阮因谓之。所引如纯因谓诺之，诺乃患反，为昭因而怨反，又因躲。注正义自归帝首漏。PG 1773。注所引《汉书》作官未散官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一本吴侯去病，而云共侯灭三十三年。子于改封晋安侯。自申屠家死之后，景帝时开封侯陶青陶侯刘舍为丞相。及今上时，伯至侯许昌平及侯薛泽武强侯庄轻敌。高陵侯赵州等为丞相，皆以列侯祭祀，簇簇连锦，为丞相备员而已，摩所能发。民公民有者于当事者。注集解徐广曰：陶青，高祖功臣陶舍之子也，是宜。刘舍，本相世卿也，赐姓刘氏。父相左高祖有功，舍氏哀侯。注集解徐广曰：高祖功臣许温之孙，是哀侯。注集解徐广曰：高祖功臣广平侯薛欧之孙平及节侯薛则。注集解徐广曰：高祖功臣庄不识之孙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周父以吴为楚王务太傅，见真而死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促因妻脚反。一座断一座。所引促因侧脚反。小言云：持枕之貌。汉书作因出脚反。断因。
都乱反。亦如尚书断断一无他计。太史公曰：张苍文学律历，为汉名相，而处假生公孙。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尊，民用情之专虚力，何哉？周昌，慕强人也，任敖以旧得用，申屠家可谓刚毅守节矣，然无数学，待与萧曹成平易矣。注集解张晏曰：不考经典，专用专虚力，何哉？注正一言其直直觉强如木石焉。PG 1774。注集解张晏曰：魏商五吕后立，孝武时丞相多神，不计莫录其行起居壮略，且计真何矣？来，有车丞相，长陵人也。卒而有为丞相代，为丞相贤者，鲁人也。以读书数为例，至大鸿胪。有相公相之，当至丞相。有男四人，使相公相之，至第二子，其名玄臣。相公曰：此子贵，当封。为丞相言曰：我即为丞相，有长子，是安从？得之后，进为丞相，病死，而长子有罪论，不得嗣，而立玄臣。玄臣时阳黄，不肯立，进立之，有让国之名。后作其志庙，不进，有赵夺爵一级，为关内侯，失列侯，得食其故国邑。为丞相卒，有为丞相代。注集解名千秋。注所引自车千秋以下，皆主先生等所记，然丞相传都审略，汉书则备。为丞相相者，即殷人也。以文吏至丞相，其人好武，皆令朱吏待见，待见前奏事。或有不待见者，当入奏事，至乃借见而敢入奏事。其时今赵以赵君，丞相奏以免罪，使人职位丞相，欲求脱罪而不听。复使人携恐为丞相，以夫人贼杀呆避事而私独奏请验之，发力促至丞相舍，捕奴婢吃及问之，实不以兵刃杀也。而丞相私执凡军奏京兆，以兆军破胁丞相，诬以夫人贼杀。必发力促为捕丞相舍，不道又得善平其事事，召京兆作要斩。又有时愿臣平等和中尚书，以独善节事而作之，大不敬。常使以下皆作死，或下残事，而为丞相竟以丞相病死。子嗣后作其志庙，不敬，有赵夺爵一级，为关内侯，失列侯，得食。PG 1775。其故国邑，为丞相卒，以御史大夫丙吉代。注集解名广汉。注所引凡姓也，殷婆。丙丞相吉者，鲁国人也。以读书好法令至御史大夫。孝宣帝时，已有旧故，封为列侯，而因为丞相。名于是有大志，后世称之。
以丞相病死。子显嗣后作其至庙，不敬，有赵铎绝一级失列侯的十故国邑。显为吏治太仆，做官冒乱，生及子男有奸赃，免为庶人。秉丞相卒，皇丞相代。长安中有善乡公田文者，与为丞相。为丞相秉丞相为见时会于客家，田文言曰：“今此三军者，皆丞相也。”其后三人竟更相待为丞相，何见之名也？皇丞相霸者，淮阳人也。以读书为例，至颍川太守。至颍川，以礼义条教欲告化之，犯法者，封小令自杀。化大刑，名神文。孝宣帝下制曰：“颍川太守罢，以宣布诏令治民，道不时宜，男女异路，狱中无众囚。”赐爵关内侯，黄金百斤。真为今诏颖而至丞相，复以礼义为治，以丞相病死。子嗣后为列侯。皇丞相卒，以御史大夫于定国代。于丞相已有廷尉，传在张廷尉语中。于丞相去，御史大夫为玄丞代。为丞相玄丞者，即前为丞相子也。大夫后失列侯。其人少时好读书，名于诗论语。为立志未位，喜为太子太傅。欲使大夫薛君冕为御史大夫。于丞相起骸骨冕而为丞相。因封故意为扶阳侯。数年病死。孝元帝亲临丧，赐赏甚厚。子嗣后其志荣荣随世俗服审而见未产巧，而乡公本未之当为侯大夫，而后失之，父自由患而起至丞相，父子俱为丞相，世贤美之，岂不命哉？乡公其先知之，为丞相卒，御史大夫匡衡代。PG 1776。注集解明广德也。丞相匡衡者，东海人也。好读书，从博士授师。家贫寒，庸作以给食饮。才下数设策不周，置酒乃中丙科。其今矣，不中科故名习。补平原文学促使，数年俱不尊敬。御史真之，以补百十属见为郎，而补博士，拜为太子少傅，而是孝元帝。孝元好师，而迁为光禄勋，居殿中为师，受教左右，而现官坐其旁听，甚善之，日以尊贵。御史大夫郑弘作侍免，而匡均为御史大夫。遂于为丞相死，匡均代为丞相，封乐安侯。以十年之闲，不出长安城门而至丞相，岂非御史而命也哉？太史公曰：“身为世之由患所以致封侯者，为甚？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，
诸为大夫而丞相赐也，其心既信丞相误故也。或乃因思相毁害，欲待之，然守之日久不得，或为之日少而得之，至于封侯，真命也夫。欲使大夫正君守之数年不得，匡君居之未满岁，而为丞相死，即待之矣，岂可以至巧的哉？多有贤圣之才，困厄不得者奚甚也？著所引案，此论匡衡以来事，则后人所述也，而亦称太史公，其叙述浅陋，亦何污也？注集解徐广曰：为一作真。注集解高唐龙达魏朝访曰：物无也，故是也。言无复所能于世。所引述赞张苍主记天下作臣，孙臣实处勤力上行，御史雅香相国阿衡，申屠面折周子廷真，其他簇簇摸索发明 PG 1777，史记卷97，列传37，立身录假列传。立身时期者，陈留高阳人也，好读书，家贫落魄，吾以为衣食业，为礼监门吏。然县中贤豪不敢议，县中皆畏之狂生。助正义立一己三因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今在禹县，所引案高阳属陈留禹县，高阳乡民也，故其旧传于时其高阳乡人。正义陈留风俗传于高阳在拥兵西南，扩地至于禹城在汴州雍丘县西南，时其墓在雍丘西南28里，盖为此也。注集解应少曰：落魄至行衰恶之貌也。晋卓曰：落薄落脱亦痛也。所引案正是于破阴薄。应少于至行衰恶之貌也。注正义兼因假山反，战国策云其宣位言处曰：夫兼门履礼是之见也。及陈胜项梁等起诸将训得过高阳者数十人，立身闻其将皆握邹好科礼自用，不能听大度之言，立身乃身自藏逆。后闻沛公将兵略的陈留交，沛公麾下骑士是立身李中子也。沛公时时问义中贤士豪俊，骑士归立身见谓之曰：吾闻沛公慢而易人，多大略，此真吾所愿从由，莫为我先。若见PG 1778，沛公谓曰：臣礼中有立身，年60余，长8尺，人皆谓之狂身。身自谓我非狂身。其事曰：沛公不好如诸客官如官来者，沛公者解其官，搜逆其中。与人言常大骂，为可以如身说也？立身曰：帝言知其事从容言如立身所戒者。注正义训略也。
注即解应少曰：莫邹，即促之貌。所引应少曰：邹因若促，邹是因角反。为昭云：莫邹，小节也。注所引案，科亦作何？贾逵云：科反也。小言云：科细也。注即解夫前曰：识其礼中子是作沛公其事。所引是识其礼中子，是因是夫前苏陵皆云沛公其事是是识其礼中人也。按言是敬作其事。注所引案：先位先荣，言无人为我作少戒也。正义为与伪反。注所引上所有反，下乃调反，亦如字搜集逆也。沛公至高阳传舍，使人召立身。立身至入夜，沛公方据墨使两女子洗足而见立身。立身入，则长衣不拜曰：足下欲助秦公诸侯乎？且欲虑诸侯破秦也。沛公骂曰：庶如夫天下同苦秦久矣，故诸侯相虑而攻秦，何谓助秦公诸侯乎？立身曰：必具图和义兵诸吴到秦，不宜具见长者。于是沛公辍喜，起设衣，言立身上座，谢之。立身因言柳国从横时，沛公喜，赐立身时，问曰：即将安出？立身曰：足下起纠合之息，收散万之兵，不满万人，欲以进入强秦，此所谓探虎口者也。PG 1779。夫陈留，天下之乐，四通五达之交也。今其臣又多积粟，臣善其领，请得使之，令下足下。即不听，足下举兵攻之，臣为内应。于是遣立身旁，沛公引兵随之，遂下陈留。号立，识其为广野军。注即解徐广曰：二世三年二月。注所引案：乐产于边末曰惧。注所引案：庶者，同仆之称。沛公亲之，以比奴庶，故曰：庶如也。注正义设有言脸者也。注即解一座乌合，一座瓦合。注即解如纯曰：四面中央，凡五达也。赞曰：四通五达，言无贤祖也。注正义言时，其与陈留县令相善也。注正义令立真反，下未降之也。立身言其弟立商，使将数千人从沛公西南掠地。立身常为说客，持使诸侯。汉三年秋，项羽及汉，拔荥阳，汉兵顿宝董洛。楚人闻淮阴侯破赵，彭越戍反梁的，则奋兵救之。淮阴方东及齐，汉王数困荥阳，陈高既欲捐陈高以东，屯巩洛以拒楚。立身因曰：臣闻知天知天者，王室可成；不知天知天者，王室不可成。
王者以名人为天，而名人以实为天。夫敖仓天下，转书九佾，臣闻其下佾有藏粟甚多，楚人拔荥阳，不坚守敖仓，隐隐而东，令士卒分守城高，此乃天所以资汉也。方今楚邑，取而汉反系，自夺其变，臣妾以为过矣。且两雄不俱立，楚汉久相持不绝，百姓骚动，海内摇荡，农夫势累，宫女下机，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。愿足下即复进兵，收取荥阳，据敖仓之。PG 1780。素塞城高之险，渡大行之道，据飞狐之口，守白马之金，以示诸侯效时行至之事，则天下之所归矣。方今燕赵已定，为其位下。今田广聚千里之齐，田贤将200000之西军。于历城诸田宗强，赴海阻合计，难尽楚人多变诈，足下虽遣100000师，未可以岁月破也。臣请的奉明诏说齐王，使为汉，而称东藩。上曰：陕。注所引述英硕。注所引王者以人为天。按此语出管字。注所引上应直格反。按通俗文语，伐罪云吞，即所谓吞数。又因至格反，促租乎反。注所引汉反滥自夺变，以言不取敖仓，是汉却自夺其便利。注所引谓女公公巧也，汉书作鸿阴公。注正义敖仓在今郑州荥阳县西十有五里，石门之东北临汴水，南带三黄山。秦始皇时置仓于敖山上，故名之曰敖仓也。注正义即泛水县山也。注即解为昭曰：在河内也，往北也。注即解如淳曰：上党湖关也。因岸飞狐在代郡西南。正义岸魏州飞狐县北150里有秦汉故郡城，西南有山，俗号为飞狐口也。乃从其化，复守敖仓，而使立身说齐王曰：王知天下之所归乎？王曰：不知也。曰：王知天下之所归，则其国可得而有也；若不知天下之所归，即其国未可得保也。其王曰：天下何所归？曰：归汉。曰：先生何以言之？ PG 1781。曰：汉王与项王角力西面及秦，曰先入咸阳者王之汉。王先入咸阳，项王复曰不与而王之汉中。项王迁杀异地，汉王闻之，起蜀汉之兵及三秦，出关而择异地之处，收天下之兵，立诸侯之后。将臣即以侯其将，得禄即以分其势，与天下同其利。豪英贤才皆乐为之用。
诸侯之兵四面而至，蜀汉之粟方传而下。项王有备约之名，杀义帝之父，于人之功我所忌，于人之罪我所望，战胜而不得其赏，拔城而不得其封，非项氏末的用事，为人刻印，玩而不能受，功臣的禄，积而不能赏。天下叛之，贤才怨之，而莫为之用。故天下之事归于汉王，可坐而策也。夫汉王发蜀汉，定三秦，设西河之外，原上党之兵，下景秦，诸臣安居，破北魏，举三十二城，此蚩尤之兵也，非人之力也，天之福也。今以巨敖仓之粟，塞城高之险，守白马之精，渡大行之板，据飞狐之口，天下后服者先王矣。往及先下汉王，其国社稷可得而保也；不下汉王，为王可立而呆也。田广以为然，乃听立身，罢立下兵守战备，与立身日纵酒。住所隐岸，方传为并州也。战国策，方传击粟，寻江而下也。注集解孟康曰：完断无复连恶也。赞曰：项羽令于爵赏，宛其侯印，不能以封其人也。所引完因无关反。按郭象注庄子云：圆团无归角。汉书作完，言完其不忍受人也。注正义元因缘，注所引谓谓豹也。豹在河北固也，亦谓西魏以大梁在河南固也。淮阴侯文立身服侍下齐七十余城，乃夜渡兵平原袭齐。其王田广闻汉兵至，以为立身卖己，乃曰：汝能止汉军，我活。P.G. 1782。汝不然，我将亨汝。立身曰：举大事不细谨，甚得不辞。让而功不为若更言。齐王遂亨立身，引兵东走。汉十二年，屈州侯立商以丞相将兵及秦部有功，高祖举列侯功臣，私立时齐。立时其子借数将兵，功未当侯，上以其父故，封借为高梁侯。后更十五岁，四三世。元寿元年中，五岁侯平作诈诏，衡山王取百金经，当弃世，病死，国除也。注所引戒因戒。后更封五岁三世。地理至五岁属和贤。按《汉书》作五阳子岁，演文也。注正一年表云：卒，子及嗣。卒，子平嗣，元年有罪国。除。而《汉书》云：更始五阳子岁嗣，恐《汉书》误也。陆贾者，楚人也。以客从高祖定天下，名为有口辨识，居左右，常使诸侯。注所引案，陈留风俗传云：陆氏春秋时陆浑国之后，晋侯伐之，故陆浑子奔楚，假其后。
又入世普云，其宣公之。自达时蔡于路，达生法，发生高，是楚，下其孙也。及高祖时，中国初定，为他平南越，因王之。高祖始路，假赐为他应为南越望。陆生至，为他追截机具见陆生。陆生因进说他曰：“足下中国人，亲戚昆地坟在真定。今足下反天性，弃官带，欲以区区之月与天子抗衡为敌国，或且极深意。且夫秦失其政，诸侯豪杰并起，为汉王先入关，据咸阳。项羽备曰：自立为西楚霸王，诸侯皆属，可谓至强。然汉王起巴蜀，边吃天下，劫掠诸侯，遂诛项羽灭之。五年之前，海内平定，此非人力，天之所见也。天子闻君王亡南越，不助。天下诸暴逆，将项羽以兵而诛王，天子怜百姓心劳苦，故且休。PG 1783之遣臣受君王印，口服通史。君王以交银，北面称臣，乃欲以新造未及之月，屈强于此。汉臣闻之，绝烧王先人仪，一灭宗族，使一偏将将十万西凌越，则越杀王将汉，如反复守耳。著所引召他为南越尉，故曰尉他。他因孙著及解服前曰：追因追，今兵士追头节，所引追直追反节因计，未为计一撮四追而截之，故自从截。且按其追截二字，一字读之以得。为夷人本被发左肩，今他同其风俗，但追其发而截之，著所引赵弼也。本名东原，属常山。著所引案崔浩云，抗对也。横车枕上横木也。抗横言两横相对句，言不相陛下。于是为他乃决然起坐，谢露身曰：居凡仪中久，书诗礼义。因问露身曰：我属与萧何、曹参、韩信贤。陆生曰：王嗣贤。父曰：我属与皇帝贤。陆生曰：皇帝起封沛，讨暴秦，诛强楚，为天下新立除。亥，继武帝三王之业，统理中国。中国之人以一计，地方万里，居天下之高于人西车御，万物因附，正由一家，自天地投判，未始有也。今王西不过数十万，皆蛮夷，其屈山海咸，譬若汉。一句王何乃比于汉？为他大笑曰：吾不起中国，故王此。使我居中国，何渠不若汉？乃大说陆生、刘禹引数月曰：月中无足与语，至深来，令我日闻所不闻。赐陆生驼钟，庄值千金，他送一千金。
陆生卒拜为他为南越望，令称臣。奉汉曰：“归报高祖大悦，拜贾为太中大夫。”著所引苏林英爵、李济、子夏决然而起。批苍宇爵。PG 1784。起也。注集解渠英句，所引渠刘氏英句。汉书作句字，小言以为有何破促不如汉也。注集解张晏曰：“珠玉之宝也，庄果也。”所引托音，托按如淳于以为明月珠之属也。又按诗传曰：“大曰驼，小曰囊。”皮苍鱼有底曰囊，无底曰驼。未以宝物以入囊驼也。注集解苏林曰：“非驼中物，故曰他宋也。”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，高帝骂之曰：“乃公居马上而得之，安是诗书？”陆生曰：“居马上得之，宁可以马上治之乎？且汤武逆取而以顺手之，文武并用，长久之术也。昔者吴王夫差，治国及武而亡。秦任刑法不变，促灭赵氏。相使秦以并天下，行仁义，法先。甚陛下安得而有之？高帝不义而有年色，乃谓陆生曰：“是为我者秦所以失天下，吾所以得之者何？及古成败之国。”陆生乃粗述存亡之争，凡者十二篇，每奏一篇，高帝未尝不称善。左右呼万岁，号其书曰新语。注集解赵氏秦姓也。所引案为昭于秦伯义后与赵同出飞廉，至造父有功于穆王，封之赵臣，由此一姓赵氏。注正义七录云：新语二卷，录甲传也。孝惠帝时，吕太后用事，欲王诸吕，为大臣有口者，陆生自度不能争之，乃并免家居，以好治田地善，可以家焉。有五男，乃出所十月得驼中庄卖千金，分其子子二百金，令为生产。陆生常安车四马，从歌舞古琴瑟侍者十人，宝剑直摆。今谓其子曰：“与汝曰过汝，汝给吾人马九十，即欲十日而更。”所辞家的宝剑车骑侍从者，一岁中往来过他客。PG 1785。律不过再三过，朔见不显，无酒混功为也。注正义至阴止，雍州县也。注正义汉至一经值千贯。注集解徐广曰：“汝一作功。”注所引律音律过音歌。注所引数见音朔县。为时时来见汝也，不先言必令先，每作时莫令见不先之物也。汉书作数即先，如淳于新杀曰先。注集解为昭曰：“混侮辱，
所隐混幻也。公甲字卫也，颜汝诸子无酒宴宦公也。吕太后时，王诸吕，诸吕擅权，欲结少主，为刘氏。又臣相臣平患之，力不能争，恐祸及己，常宴居深免。陆生往寝，直入座，而臣丞相方生面，不时见陆生。陆生曰：“何念？”之生也。臣平曰：“生揣我贺念。”陆生曰：“足下位为上相，十三万户侯，可谓及富贵无欲矣。然有忧念，不过患诸吕，少主耳。”臣平曰：“然，为之奈何？”陆生曰：“天下安，住异乡；天下为，住异江。将相何调？则是勿复，是勿复。天下虽有变，集权不分。为社稷计，在两军掌握耳。臣常欲为太尉将侯，将侯与我戏，亦无言。君何不交欢太尉，身相结？”为臣平话吕氏数事，臣平用其计，乃以五百金为将侯寿，后俱乐饮。太尉亦报如之。此两人身相结，则吕氏谋一衰。臣平乃以奴婢百人，车马五十乘，钱五百万，一陆生为饮十倍。陆生以此由汉廷公清闲，名声极盛。PG 1786。注集解《汉书》音译曰：“请若问起居，注所引生念，深思之也。”注集解孟康曰：“揣度也。”为昭曰：“揣因出尾板。”住所隐岸，陈平传十户五千，以区密情时有三万户，恐复业至此，故称。注集解徐广曰：“物一作玉。”注集解汉书音译曰：“言郎即甚甚。”及诸诸吕，立孝文帝，陆生颇有立焉。孝文帝即位，御史人之南越臣丞相等乃言陆生为太中大夫，往事为他，令为他去皇屋称制，令比诸侯皆如一旨。与在南越与中，陆生竟已受中平原君诸见者，楚人也。故常为淮南王秦部相，有迁去。后复事秦部，部欲反时，问平原君，平原君非之，部不听而听。梁父侯遂反，汉以诸部，闻平原君见不与谋，得不诛。与在秦部与中。注所引梁父侯，史诗名如纯注《汉书》云：“遂不成，非也。”臣赞曰：“不用梁父侯既遂反耳，其说是也。”注正义与音喻。注集解秦部列传无此语。平原君为人便有口，克廉刚直，家于长安。行不苟合，亦不取容。辟阳侯行不正，得姓吕太后。时辟阳侯欲知平原君，平原君不肯见。即平原君母死，陆生素与平原君善，获之。
平。元君家平，未有以发丧，方甲带服具，陆生令平元君发丧。陆生往见辟阳侯，贺曰：平元君母死。辟阳侯曰：平元君母死，何乃贺我乎？陆贾曰：前日君侯欲知平元君，平元君亦不知君，以其无故。P.G. 1787。今其母死，君臣后送丧，则彼为君死矣。辟阳侯乃奉百金往税。列侯贵人以辟阳侯故，往税凡五百金。住所隐案，刘氏云未遇葬时，须起其病功，故云发丧也。注集解张晏曰：相知当同序灾为母在，故亦不知君。所引案崔浩云：见以母在，亦不以身许人也。注集解为昭曰：衣服曰睡，睡当为岁。所引案说文：睡，赠中服也。岁因是瑞版，亦因岁。辟阳侯姓吕太后，人或毁辟阳侯于孝惠帝，孝惠帝大怒，下令欲诛之。吕太后免，不可以言。大臣多害辟阳侯行，欲遂诛之。辟阳侯急，因使人欲见平原君。平原君辞曰：欲急，不敢见君。乃求见孝惠姓陈弘吉如，说之曰：君所以的姓帝，天下莫不闻。今辟阳侯姓太后而下令，道路皆言君谗，欲杀之。今日辟阳侯诛，但日太后含怒，亦诛君，何不肉袒为？辟阳侯言于帝，帝听君出辟阳侯，太后大欢，两主共姓君，君贵妇亦备矣。于是弘吉如大恐，从其计，言帝，果出辟阳侯。辟阳侯之求，欲见平原君，平原君不见辟阳侯，辟阳侯以为备，己大怒，及其成功出之，乃大惊。注所引案，宁信传云：高祖时有吉如，孝惠时有弘如。今总言弘吉如，物也。吕太后崩，大臣诛诸吕，辟阳侯于诸吕至身，而猝不诛。计划所以权者，皆陆生平原君之力也。注集解如纯曰：辟阳侯与诸吕相亲信也，为罪于诸者至身。所引案如纯说以为遗诸，非也。小言云：辟阳侯与诸。P.G. 1788。吕相知至深重，得其礼也。孝文帝时，淮南厉王杀辟阳侯，以诛吕故。文帝闻其克平元君为计策，使吏卜欲治。文吏至门，平元君欲自杀。诸子集吏皆曰：是未可知，何早自杀为？平原君曰：我死或绝，不及而生矣。遂自尽。孝文帝闻而袭之，曰：吾无意杀之。乃召其子，拜为中大夫，使匈奴单于无礼，
乃骂单于，遂死匈奴中。注所引案，下文所谓与太史公善者。